佫真正毋是。方彩霞这查某真好胆，竟然敢骗武雄这么大条的代志。行。囡仔一直叫啦！我讲最毒妇人心，就是咧讲饭菜，你是管查某啦。单中信，家在我早就甲你切好你啊呢，你的心肝这尼啊恶毒啊！你现在伫咧做啥？人来啊，佫唔做声？哎，好当的，我想你千算万算嘛，无算到啊！你上过听说这个某，竟然甲你无共心啊！生是搬一出啦，待遇别亲的亲情大意，亲手将家己的亲生后生要坐上大位，这个机会甲毁掉。所来，佮转机支持啊！你上届认同的迄个大孙吴依林，回转来不甲认做归宗。然后啊，方太后家己坐上大位来掌权，这整个过程啊是安尼合情合理，得到偌济破声呢？方彩啊！袂歹呢，你这个查某真正无简单啊！我早就讲，迄是因为阮先生遭骗去，甚至联合外人要摕到代理董事长这个位置，为着要占定你的邪心，我不得已才跳出来。小心飞鸿澄清了后，嘛一定会认同我的做法。什么做法？连话无情的做法了。你伫个董事会一出手啊，就甲吴信贤拍甲拍伫个涂骹，你无留任何后路予伊呢。就是因为你啊，遮尔啊绝情啊，才会引起我的怀疑。你想说要毁掉你一手栽培的后生，要接受大位的机会，甚至抢走已经家己的厝里迄块吧？哈？免遐看别人打打，免出打打。小雨无参像信贤已经走进去啊，所以你根本就无法度体会。伊种希望家己的后生浪子回头的无奈甲心痛。哦，你讲真正是唔甘这啊？啊无咧，啊是讲会有另外一种的可能，就是吴信贤根本唔是你的亲生后生啊，所以你才心肝了瘫痪，借刀杀人，找机会废掉这李太子，然后家己才坐上龙椅来坐大位啊。你之前费尽心思要吴信贤上位，啊！你发现伊甲你无同心，你发现这个假后生不是你所想安尼，所以你会规气找机会甲伊毁掉来保全你家己啊！你是咧后边搞啥啦？出去！啊，无我叫个保全来看人啊！出去啦！哎，你甲吴信贤的 DNA 报告，用来证明我是不是后边讲？我这也没给我听过传言啊，讲吴信贤的本尊啊是咱神明啊，医生断言伊绝对活不过三十，所以真正吴信贤应该已经死了吼。因为你唔甘愿，你伫咧布家遮尼久的时间，真无简单，才徛稳的地位会失去。所以吴信贤的本尊一死去啊，你就真变态，去找一个替死鬼，改改造变成吴信贤的替身，啊，就是即马即只雷吧，由伊来代替。哇，孟彩啊，这查某，这查某真正够恐怖呢。就算你讲了对。我嘛无认为我做了唔对，飞鸿遐尔啊宝贝信贤，日日夜夜为着伊的健康来操烦，伊若是知影信贤已经无去啊，伊是替要哪会堪的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飞鸿设想啦。
顶个头啊头啊囡仔，实在早得死啊！起码真个活的死呢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伟航，你先莫生气啦，我嘛想不得个苦衷啊。我知啊，一林，一林，既然已经定做归宗啊，那行啊，现在是你，你来代替我的职务，啊？你是出什么心啊？哇，不当呀！原来你早就已经清醒啊！哇，你嘛想过顶到啊啦！你竟然有才调，把我讲的话全部拢听完，真正我足佩服的啊！讲啊！伟豪啊，我真正想不到的考中啦！徐新贤联合万条湾，想要组织一定回来复家。我若是无把贷款拿在手头的，是要安怎保护伊人啊？你若不信，你会当去问伊人。我真正对伊足好的，只要伊想要得到的物件，我拢会满足伊。哎呦，我真正是替你够本啊！敢真正呢？我看你根本就是要借别人的手，把伊人丢掉。关我！我不相信你。我未敢遐相信你啊！你竟然无一个假信任，来骗我！你真是有够恶毒的呢！啊，我未听好你的钱未无，但相信。你替我找人来。不当不当，你别激动，我绝对照你的意思去处理啦。你等我一下。邓条生，你若敢害我，我做鬼嘛袂放你走。我拍什么给你？不当，我来去斗三工啦。我准你接跟伊回房，现在你是不是要害伊？洪彩啊，你这查某真正心机有够重的。有人无啊？不用，你别激动，有话偷偷讲。你还较冷静，安那无你身体会袂堪的。你这毒！洪彩啊，我看你这关啊脱袂过啊。请叫医生。阿公，我已经领走贵重啊，我嘛甲爸一连拢打开啊，你袂等着我，公众要做正经，你袂当做你走。咱祖孙啊，够真侪话爱要讲的，我阁无机会好好友好你，你太紧落去啊。阿公，你放心，像是人，像是鬼，我回来就清楚的。我要好好守护吴山集团，不要任何人抢走你的生活。这些孩啊，万一飞鸿的人叫回来，我们就去了了。一林公，武当竟然抱有清醒短短时间过，佮手臂向陈中信，爱一林小心，
这是为了啥？阿哥，陈忠信咱这样好心的看不到，陈忠信跟方彩霞关系嘛不好，也无可能专工来找方彩霞来开工啊。搁这样拄好，拄到武当清醒过来，互你知有人讲，伊敢为这方向行去，我带伊看嘛较妥当。陈忠信，免在我面头前急皮皮啦。你心内想啥，我敢有可能唔知影？是方彩霞的声音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甲信信唔是我的后生代志讲出去，我绝对会放你走。我感觉咱做阿母啊，较无缘分啊，啊那凡事做一下判啊，会等到较会好。搁再讲吴信贤 DNA 迄个报告已经有咧毁掉，啊我嘛无留底，你是咧惊啥？陈忠信，因两个是偷偷咧加陈上山。等下，报喜的好消息，让你知啦。等下日月星饭店哦，要召开记者会，你甲万条万都爱说你哦。因为国际喜悦中档诶，甲吴丽玲要共同宣布。因要甲政府的文化单位签订民间企业维修古迹的合约，而且每一年哦，政府会拨出一笔固定的预算出来。啊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，恁该想会到了吼。这严重的代志，你先唔较早讲呀？光电这个大饼里的五三干部一份啊？无法度啊。看支持阮辉煌的决定啊！伊就想要让伊玲姐顶脚手的舞台啊！我当然嘛爱收听。小雨，啊，你来了遮，拢特别无出声。南小拄好拄到你，我阁唔知啊。武夫人竟然这么好心，伊甲晋江报备啊。伊哪有可能会存好心啦？伊刚来出门啊，要看我笑话呢。我无时间甲恁大家咧花啦。陈雅，甲车开来病院门口。武夫人，因为你帮助伊人顶部甲人做归宗，阁好意。和玉林六五生集团发挥的空间，这点我是真心感谢你。啊，不过，若是我发现你有私底下想要伤害玉林的心，甚至交给外人想要害伊，我是不管决定了不管的。我哪会敢害伊啦？啊，你嘛有听玉林讲啊？拄只会哦，有小可清醒过来啦。医生讲哦，虽然状况不是真稳定，啊，不过随时有机会会当阁清醒过来。伊人是阮母家的希望，是辉煌的金孙。我疼惜伊，再陪伊都袂赴啊，变哪有可能去害伊啦？上好是你讲安尼。看起来小雨并无听到陈忠信发现吴信贤身份的代志，唉，那你我就会当放心了。